好，下面出场就是中国选手申雪和赵宏博，让我们期待他们今天完美的表现。新赛季的短节目是西班牙作曲家巴卡里塞的浪漫曲。申雪和赵宏博，申雪赵宏博今天的表现是非常的让我们兴奋，在这个赛季一开场他就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惊喜，此时此刻我很希望我自己不是在解说顾问的这个平台上，而是在观众席上为他们呐喊和加油。在这个赛季当中，短节目的年转由上个赛季的两周允许的，这次可以做三周，这样就拉开了选手在技术难度上的等这种区别。中国选手碾转一直是我们的强项，难度非常大的第四组的这个托举，从这个进入到他的落冰、空中的携带、单臂这一系列的托举，证明了这两名选手的技术是很难超越的。37.18分的高分，节目内容分。节目内容分。31.72，我们看到他的五个小分当中有三个小分上了8分，小分能够打到8分的选手已经接近完美了。对，好，来看一下，很高的评价，68.90。